哦，研讨会了，你看，研讨会了。今天10月14号，你看10点到12点，内经搞的诗文学，谢天旺老师要来讲。下午1点20到3点，内经搞的实验哲师叶海燕教授，前程大中文系系主任嘛。哦，哇，下午3点20到5点，还有智慧生活科技内经搞生活圈的创意碰撞。哦，林正明院长。自创联盟计划主持人哦，下礼拜天，哎，明天呢？礼拜天也有活动，下礼拜四也有活动，哦，摄影比赛呀，印象月经呢？礼拜四的10点到11点40，下礼拜天盐水古镇月经港之光环境，10月29号成果发表哦，还有详细现在也有正月花，还有叶。古筝演奏，还有舞蹈团队表演，还有影片播放，还有四位 QR Code 的体验，还有静态展。10月29号礼拜天成果展，哦，好棒好棒。